规要有清楚的认识，也要有清楚的了解。背可以靠那个墙，背可以了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2018年底呢，在我国的外籍劳工的人数呢，不包含大陆人士，就共有725000人，跟2011年底相较，就增加了4万。哦耶！3、2、1。